日本准备无条件投降前，他们生怕中国沿海地区老百姓组织其撤退归路，特别由特务机关下令，拥有东洋武士高手众多的黑龙会，在中国福建省地区来打击国术发源地少林寺数百年传授下来的国术高人。这批卧虎藏龙，于是跟东洋武士展开无数次的凄厉英勇的决斗。 走！走！快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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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多大的本领，原来啊，全是一帮饭桶。啊！我们上了你的当，要杀要个随便吧。好一个英雄榜的人物，怎么样，还死不甘心？简直死不甘心，简直死不瞑目。二柱，好。今天我要你们死得口服心服，不要以为你们中国武术了不起。 今天我要你们尝尝东洋的武士，你们要是赢了，就放你们走；要是输了，也该瞑目了吧？怎么样，大师兄你？哦，小兄弟，原来你是杀虎的师弟啊，留个活口，把他押起来。哎，你哎，小孩子别说话，走吧走吧啊，走，到那边去啊。 哎呀！哎呀！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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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是永远杀不完的。 你为什么说中国人是杀不完的？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是永远杀不完的。我们应该另外想个办法。办法？什么办法？我倒有一个办法。哦。我们可以举办一个亲善武术大会。 选出一个民防总教练来。规定他们所有门派一律参加，让他们自相残杀，以毒攻毒。好，就这么办。不过，你得先放了我师父的儿子，然后我再想办法让师父和师弟一块儿来参加，这就是办法。好。 向兄，你先放了这个活口，同时叫为师会的人马上准备比赛大会。是。<笑>杀虎，这就叫你们中国人的欲擒故纵了啊！好。<笑> 哈哈哈哈哈哈！不一样。师傅，师妹，你也在这儿？我有件事儿想跟您商量。哼，还有脸来见我？师傅。师傅，
师傅，今儿个你老人家怎么了？啊，你自己做的事，应该比我更明白。我究竟做错什么事了？师兄，你没有想到。哦，那是师弟他自个儿的事儿。那天师弟被黑龙会捉了去，还不是我去找宫本的吗？ 这就是你要做汉奸的理由吧？不是不是，师傅，不过宫本最近要举行武术竞赛大会，选举民防总教练，所以，我特地来找你老人家的。这些事就让他们去做好了。我已经老了。谁说你老人家老了？你虽然是老了，可是你的功夫并不老啊。 不管你怎么说，我是不会去参加的。师傅，你要知道，只要能当上了民防总教练，所有武术界就都归你管了。武术之道，首重修身养性，此为锻炼体魄。更何况，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数百年来，多少武林高手，均为争一时之气。 结果身败名裂，而且动手之间难免伤人，打打杀杀是非莫辨，冤冤相报永无止境。唉，所以我绝对不去参加这次的竞赛大会。师傅，师傅，这个我早就想过了，不过有人说咱们忍心门的功夫退步了，所以没有人敢去比武。 谁说的？让我们跟他们去比一比。强儿，退步了更好。师傅，我听宫本说，他们这次还由关东请来了东洋高手，要跟我们的国术较量较量。哦，关东的高手。嗯，这事情就不简单了。所以我说师傅，你老人家要是再不出来。 东洋武术真是了不起，好功夫！现在坂田次郎跟中国高手少林派比赛开始。 现在进来这位就是忍星门的老师傅，雷天华。
现在由翻译官向雄及忍心门的郑志宏决战，胜者为民防总教练。 郑志宏担任。
郑世宏当了民防总教练，那是心腹大患啊！想不到他的武功会这么厉害。啊，宫本先生，听说关东三武士要来，那是对付郑世宏的最好时机。到时再说。啊，我们大日本帝国。 是战无不胜的。哎，是是是。师父，你看宫本这个酒会，我是去的好，还是不去的好？二师兄，这明明是有阴谋的。爹，世宏哥还是不去的好。 还是去吧，是师父。红儿，凡事要多忍耐，国家多难，我们不能再为国家和同胞增加更多的麻烦。师父，我知道了。 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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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
世宏哥，你千万要小心。你放心，我会的。 是我们大日本的天祥节，欢迎各位光临，同时也为我们的关东三勇士来干杯！干杯！啊，各位。 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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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
看你要的，请大家美食，走走。哎，请大家美食，哎，哎呀，嗯，哎，哎，嗯。
听说你请了民防教练来，是不是啊？是的，是的。我师弟他一定会来的，他一定会来拜会三位啊。也许他不会来的吧？那为什么呢？你说，郑世红是不是有三头六臂的？啊？听说他的武功非常厉害。他再厉害，你别忘了，我们有三个人呢，对不对？他要是敢来啊，我们就把他给修理修理。郑世红来了。你来了，欢迎。总教练光临，荣幸是荣幸。我来迟一步，请原谅。哪里，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关东三武士，各位是佐佐木、全雅、池田。总教练，你来迟了，先罚你喝三大杯。喝完酒，回头我们再试试你的功夫怎么样？总教练，他头一次来，我想带他到处参观一下。来。他不敢了，是个胆小鬼啊！我们照一下。来，拿酒来，你父亲为什么放弃堂堂的中国人不做，偏要去当日本人的走狗呢？我当汉奸，我知道汉奸的苦，他又何曾愿意呢？做人总得光明正大，是非分明才对。走吧。享受享受啊！
大姑娘，哎呀，大姑娘，你好，怎么样？住手！放下！好鱼！我们的总教练终于开口说话了啊！快点走吧。嗯，想不到你也来个英雄救美啊！我们中国人绝对不容许你们这样做，怎么样？想打架？啊？动手啊！动手啊！你不动手，我可不客气。你逼人太甚。别动！别动！
我是回去会长的女儿，来参加酒会的。啊！不管你是谁，我们是奉命搜查。送。是。住手！啊！通通不行。你们在干什么？啊，翻译官。啊，我们来搜查民防总教练的。混账！她是会长的女儿，怎么会私藏民防教练呢？你们还站着干什么？还不快去搜！快去！是，走走走走。啊，走。公本先生，我们真的没吵着了。你们大家先不要吵。为什么刚才会有人关灯？这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好，限你三天之内把郑师傅给我找出来。是是。什么地方？这是我家后院，你不能再逃了。二楼有灯亮的地方，那就是我的房间，快进去吧。好。你不用跟我上楼了。哦。我要睡觉，不要吵醒我啊。躲在这儿啊！哦，我来给你擦点药吧。啊，谢谢，没关系。不用客气，还是我帮你快一点嘛，跟我来呀。你是维持会长的千金，救了我，你不怕危险吗？你不用管这些了，先坐下来嘛。我父亲虽然身为会旗会长，并不是出于自愿的，他有他的苦衷。至于我，更不愿意见到自己的同胞遭受他们的杀害，我怎么能够不救你呢？多谢小姐救命之恩，大丈夫恩怨分明。我郑世红永铭心中。再见。哦，你要上哪儿去？时候不早了，我必须赶回去。你这样怎么能够出去呢？还是换件衣服吧。Thank you.
今天你闯的祸不少，回去一定会连累别人的。我这儿倒没有人搜查，你在我这儿多待一会儿，免得有危险。会长，会长，三天，三天。 我想只有一个地方可以炸到他。哦，什么地方？在我师父家里。你真能找到郑世宏吗？我在想，他闯这么大的祸，他敢回去吗？嗯，他很孝顺，怕师父有了意外。 他一定会回去的，向兄，你说会吗？这是你们的事，你看着办吧。如果他没回去怎么办？<笑>他一定会回去的，我自然有办法逼师傅叫他出来。走，我现在就去找他。 想不到大师兄现在变成这样，勾结日本人，残害自己同胞。他早就跟日本人勾结了。啊，你要到哪儿去啊？啊，你现在不能走啊！哎，你这样这是何苦呢？我真恨不能杀了他。你也不要管这些了，先躲一躲吧，啊！ 世宏怎么还没回来呀？不会有什么意外吧？哎，早知道我就不该让他去了。 师傅，不好了！什么大祸？他破坏酒会，把关东三勇士打的是两死一伤。啊，了不起！他有没有受伤？世宏不是个鲁莽的孩子，这一定不是他的错。师傅，一人做事一人当，你还是赶快劝二师弟去自首吧，免得连累我们大家嘛。沙虎，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兄弟如手足。 我们怎么能忍心把他往虎口里送？再说，他根本就没回来过。他一定会回来的。不行，我绝对不能这么做。哦，哈哈哈哈，你这个老家伙真是不识时务。我限你三天交出郑世宏。走，畜生！
回来了。师父，我对不起你，我该死了。师父，师父，起来吧。啊，师父不怪你，也无能力救你，你还是赶快逃走吧。不，我不能走。二师兄，你要走啊？你还是快走吧。我不能连累你们，明天我到宫本那里去投案。胡说，你不要忘了忍心门以及我国古有的国术，人希望你能发扬光大，延续下去，你怎么能做这种无谓的牺牲呢？但是不要说了，你留下来只有害而无益啊。三天限期一到，就算我交不出人来，想他们也不会怎么样。师父，红儿，你还是走吧。你这一走，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面。不过我们师徒一场，也总算值得了。丽英，送你师红哥。史红哥，我舍不得你走。都是我不好，我连累了大家。不要这样说，这都是日本人害了我们。丽英，谁？我。你偷偷摸摸到这儿来干什么？哼，我是奉宫本之命来抓你的。怎么样，是跟我走呢，还是要我动手？哼，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还敢说大话。如果你今天能再赢我的话，我就放你走。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在大会上我会输给你？愿闻其详。因为我不愿意忍心门毁在沙虎的奸谋里，更不愿意中国武术界受到日本的打击，所以我要你赢，让你负担起护卫中国武术界的一份责任。那你究竟是谁？我是宫本的联络官，我是台湾同胞，不是日本人。哦，你是台湾人？是的，我福州街的住所是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希望您暂时委屈几天，再设法逃走。红儿，师父。师红，你快跟他去吧。可是他，他说的话都是真的，他会照顾你的，你快跟他走吧。向先生，谢谢你。不要客气。快走吧，师后，快去吧。啊，师红哥，多保重。三天呐，不行不行。那怎么办？包在我身上。好，好。Thank you.
汉城宫的大将军，相图，就是我的祖先。自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台湾被割让给日本人，我的祖先被逼为日本人工作。可是，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为了保卫自己同胞的生命财产而暗中努力。哦，凭着这把宝剑的祖训。 誓言下，我已经尽了一切的可能，拯救了不少的同胞。这就是我终身工作的目标，也是我受尽一切委屈、躲在日本人堆中的目的。 带你到我家来，有两个目的。两个目的，是：第一，当然是此地安全，可以躲过宫本的搜捕；第二，是好对付你的师兄沙虎的阴谋。阴谋？什么阴谋啊？为了篡夺忍心门，控制整个武术界，他必定会出使宫本，并派日本高手来。 对付你，啊！哼，畜生！桂派的拳术，我曾经跟家母学过，它是东洋拳的克星。在这三天之内，我们互相研究。再说你的根基很好，将来一定会超出我很多很多。那么，请向兄兄多多指教。别客气，我们互相研究。 各位弟兄，由于日本人的野心，即你们那没天良的大师兄的阴谋，三天之内，我们会遭受到空前的浩劫。为了你们身家的安全，以及忍心门的延续下去，我才遣散你们。不，这件事是冲着我来的。 由我自己去担当吧。我们要和忍心门共存亡。共存亡。各位，我们不能一起用事。师傅，我们跟你一块儿去。你们听我的话，先回去吧。听到没有？回去吧。 现在我们来研究破空手道了。好，好极了。爹，趁热喝了吧。 我老了，不中用了。我的这点生平绝学，只有世宏学了十有八九。可是，我总觉得你们姐弟俩还未得其秘。现在，你世宏哥又出了事。 真叫我担心，我们将来会好好的向世宏哥学习的。嗯，那就好了。世宏这孩子倒还可靠。爹，你多教教我们吧。好，来吧。 这就是扶手的用法，你过去。啊，林，你过来。强儿，你记住，这是本门的绝招之一。嘿，抬手。嘿，很好，很好。强儿，跟你姐姐练。好。
英，这就是本门的绑错手，你已经练得很好了，很好。对，这是不柔道的。师傅，你不是你师傅。你没到，你来干什么？雷天华，如果我们不早一天来，郑世红会出来吗？恐怕他早就远走高飞了。你这个畜生！师傅，只要你把郑世红交出来，我可以帮你求个情，免你全家一死。住口！你少拿日本人来吓唬我。上！留他做人质，好引郑世红出来。带走。真抱歉，这次的打斗令你们雷家受到很大的损害。别说了，这是我的国仇家恨，要杀你就杀吧。这么漂亮的姑娘，我怎么舍得杀呢？Thank you.
哎。向兄，你干什么？八个丫头，原来只是个奸细，哼！杀了他！快走！不，我不能留下你一个人。啊！快走！快走！你快走吧。是台湾人，哼，台湾人就是中国人。胡说，你是大日本的皇民，你反了。不要忘了，你母亲在台湾随时会死在我们的手里。你要说出来，你跟中国人有什么关系？我们同是皇帝子孙的关系。混账！你三分钟时间考虑，说出来就饶你一命。孩子，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没什么可说的，你们不能侮辱我，我会承接我自己的。想不到，你干哥哥向兄竟然是埋伏在黑龙会里面的奸细。向荣他现在怎么样了？给宫本新请来的空手道拔断杀死了。向兄一死，我这个维持会长的宝座也保不住了，怎么办呢？哎，向兄既然是奸细，又掩护丽英逃走，他一定会把郑世宏藏在他家的。啊，你要上哪儿去啊？爹，我去告诉宫本这一个消息，也许可以缓回我维持会长的位置。爹，对，我现在去。Thank you.
师父。给你们，我听父亲说，公馆派的大师兄要杀郑世红。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请你相信我，雷小姐，我跟向红哥是一条线上的人，请你相信我。好，我相信你。你现在赶快带我去找世红哥吧。在哪里？他在八段高手家。八段，哎呦！我去倒酒嘛。
真没想到项兄是我大日本的皇民，又是通义官，竟然会是个内奸，哼！哎，他是台湾人嘛，总是靠不住的。哎，他老是忘不了自己是中国人呢，哼！岂有此理！你们中国人，你们中国人！是是是，中国人岂有此理？什么？什么岂有此理？我是说中国人岂有此理？没有种的狗奴才，一副亡国奴的嘴脸，绑了！越有气，到现在也不知道郑世红在什么地方，真是给黑龙葵的武士丢尽了脸。对不起，我到处都找过了，找不着他，真是对不起。有什么了不起？要是给我碰上了，我不把郑世红粉身碎骨，我就不算是大日本武士。哎，拿就来。啊，是先生。啊，不用找，郑世红就在这里。哦，你就是郑世红，好一个中国的高手。沙虎，你想一走了之，我不会这么便宜了你的。
宫本先生，你们大日本高手都敌不过郑世红，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前边。Thank you.